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爷爷，闪闪发亮的呢，我走啦！啊，哦耶耶呀呀！喂，不要故意去踩水洼，听到没有？新买的雨鞋千万不要弄脏哦。我走啦。雨停了呢。是呀。雨鞋是新的呢，真的呢，哎，闪闪发光的呢，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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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哦，啊，是苍耳啊！快看，锦花开了呢，真的呢，好漂亮啊！摘回去做干花吧，怎么样啊？嗯，苍耳。对了，放在这里面。你摘那么多干嘛？要多摘一些，插遍全身，要变成全身都是刺的怪物。我回来啦！你回来啦？你做什么了？真是的，特意买了新的给你，怎么光着脚拎着走？这是什么？真是的，不是告诉你不要弄脏吗？怎么放这种东西在里面？苍耳啊！我回来了。要做干花的话，应该用重一点的书。小丸子，吃点心了。你的房间怎么这么乱呢？快点收拾！知道了，知道了。肚子好饿呀，吃完点心再收拾吧。小丸子，真是的，真拿这孩子没辙。小丸子，今天的测验做得怎么样？跟平时做的差不多了。好像没什么希望。找什么东西啊，山田？我发现了好东西哟。那是什么呀？是蟑螂的卵哦。蟑螂卵从这里面会生出小蟑螂来的，哈哈哈。小小的，很可爱呀。几天以后，小太，好像要下雨了，穿雨鞋去吧。是。这是什么？哈哈，生出来了！哇哇！又把这种东西放进雨鞋里。又是这种分数，真是的！你这孩子，别老是抓些蟑螂啊什么的回来，偶尔也考个100分回来嘛。快点，再不走的话就要迟到喽。
啊，我的小蟑螂啊！山田同学，早上好。啊。小丸子，早上好。啊，早上好，小玉。你看。哦。哦，是之前采的花。哇，压得好漂亮，干花真好呀！一起看过的锦花就能一直保存起来了。嗯，是啊。小丸子，你的呢？做出来了吗？糟了，忘得干干净净了。应该是放在书架上的，在哪儿呢？没有，会不会是被妈妈收拾掉了呀？妈妈，锦花呢？锦花？放在书架上的。哦，丢掉了。什么？我还想用那个做干花呢。既然要做干花，那你干嘛不早点夹到书里去呢？你摘来就这么放在外面，它都已经枯掉了。那也不能随随便便就丢掉嘛。你要抱怨的话，倒先自己把房间收拾干净呢。妈妈这家伙真过分。哎，山田。山田同学，你怎么了？今天在学校的时候也没精神呢。苍耳还有蟑螂的卵都被妈妈丢掉了。哇，真的吗？其实我的锦花也被妈妈丢掉了。妈妈们呢，一点都不懂得尊重小孩重视的东西。蝌蚪。抓到啦！太好了。小英，你的，我也帮你放进我的雨靴里了。啊，谢谢。哇，这边也有啊。这儿也有。有好多呢。抓到了好多呢。啊，今天已经快天黑了，我的蝌蚪明天再去找你拿吧。嗯。放哪儿好呢？你在干什么呢？哇，没什么。明天再帮你们找一个更宽敞的家哦。这是蝌蚪的秘密基地呀。第二天，你等我一下哦，我回来了，我出去一下。等一下，你拿水桶干嘛？我要去找山田同学拿我的蝌蚪。蝌蚪？不行，要来了你也肯定不好好照顾，锦花也放着枯掉了，之前养金钟的时候最后还不是妈妈在照顾。妈妈光照顾你就已经忙不过来了。知道了，这次我会好好照顾的。我先走了。小丸子。呱呱，变成青蛙了一定很开心。呱呱呱呱呱，不知道有没有被妈妈发现呢。雨靴藏在秘密基地里了，一定不会被妈妈发现的。山田同学。蝌蚪，蝌蚪，我的蝌蚪呢？妈妈，妈妈把蝌蚪丢掉了。蝌蚪，离开水会死掉的。蝌蚪，你们去哪里了？蝌蚪。山田同学。对不起，都怪我把你们带回家了。对不起，对不起，蝌蚪，对不起。是的，那些蝌蚪就这么重要吗？本来想让你拿去丢掉的。蝌蚪，蝌蚪还活着。
真拿你没办法，想养就养着吧。不过下次不许再往雨鞋里放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又是这种分数，真拿你没办法。给你，谢谢你啊，山田。我会认真养的。几天以后，我回来啦！回来了，那是什么？树枝折断了掉下来的，插到土里的话，一定能长出好多樱桃来的。真是的，不是说了吗？不要在雨鞋里装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哇哇，樱桃啊！哇！亲爱的，路上小心。非常感谢您送给孩子的礼物。啊，这是和丈夫过着幸福生活的琉璃子，不幸突然袭来。寄这封信的女人是谁？孩子是谁？琉璃子因为震惊而全身发抖。琉璃子也不容易呀，我好同情她呀。还同情啊？你懂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还以为琉璃子她终于结婚了，能够从此幸福了呢。真不可原谅，居然让琉璃子这么好的妻子伤心，简直不可原谅。算了算了，爷爷，电视剧而已。姐姐，小丸子，拜托你们千万不要跟那种男人结婚，男人光看外表是没用的。这里真心才是最重要的。知道了，谢谢爷爷为我们担心。一想到你们将来也会遇到那种事儿，我真是死也不瞑目。爷爷，冷静点儿。不过这么一想，妈妈真是个幸福的人呐。什么？因为不用担心爸爸会做那种事嘛。喝不了那么多了。爷爷，臭啊！喂，爸爸，要睡去床上睡呀。你看，这样的爸爸是不会有人喜欢的，安心安心了。真是奇怪的安心啊。第二天。哦，明信片。殷弘志，好像是寄给爸爸的。哎，这个人写的真差劲儿啊，我完全看不懂嘛。是因为写的太好了，你才看不懂的。这个礼物，我回来了。哎呀，丸子，你回来了。奶奶，妈妈人呢？她出去了，说可能会晚一些回来吧。哦。我回来了。你回来啦？这是什么？妈妈出去了，所以想等一下再给她。好像是寄给爸爸的。我难道上面的字你都看懂了吗？我怎么可能看得懂？不过你看，这儿写着殷弘志。哦，真是的呢。而且背面还写着礼物，我只看得懂这个。哦，确实是。怎么了？这上面写着礼物，这个场景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或者听到过。诶，在哪儿啊？而且是最近的事情，真讨厌，到底是什么呀？好别扭啊。信上写着礼物。哇，琉璃子。琉璃子啊，没错没错，是电视剧呀。哈哈，总算想起来了。等一下，姐姐。干嘛？这封信不会也跟琉璃子家的一样吧？不会吧，就我们家爸爸吗？
不可能，不可能。那为什么这上面会写着礼物两个字呢？那我怎么知道啊，根本就看不懂嘛。啊，到底写着什么呢？好想知道啊。怎么了？哦，是爷爷啊。啊，对了，爷爷肯定看得懂。什么？用可疑的明信片寄给红志？嘘，小声一点啦。对不起，一不小心。就是这个，爷爷。这就是那张明信片。看了这张明信片，可能就会知道儿子红志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好可怕呀！爷爷，你没事吧？也许只是很普通的明信片而已，可是我们两个人根本看不懂啊。在这种时候，我这个老人家要坚强一点。右藏加油。我来看。前段时间谢谢你了，真是非常开心。不愧是爷爷，姜还是老的辣呀。我就知道爷爷一定懂的。谢谢你送的甜瓜，很美味。甜瓜啊，那是怎么回事？喂，你安静一点啦。不过那可是甜瓜呀，我们都是很难得才能吃到甜瓜的，甜瓜的味道都快忘记了。小丸子被甜瓜扰乱了阵脚。谢谢你送给孩子的礼物，孩子很高兴。给孩子的礼物？给孩子的礼物？不就跟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吗？明明什么都没给我们买，真是太过分了，是不是呀？好像是的呢。欢迎随时再来，就是这样。这下糟了，跟电视剧里一模一样。如果妈妈知道了这件事，我走了。不要！因为丈夫出人意料的背叛，崩溃哭泣的，最近有点发胖的阿锦。最近有点发胖这句有点多余了吧？一不小心。红志这个家伙，我没有这个儿子。就是啊，爸爸这个家伙明明长得那么难看，平时总还若无其事的放屁。就算长成那样还乱放屁，居然还是有人喜欢他。依我看，他一定是说了什么你好美啊之类的花言巧语吧。啊，又或者是这位小姐来跳个舞吧之类的话。你突然胡言乱语说些什么呀？爸爸他一定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装模作样的做他的翩翩伪君子呢。哼，我来想办法。什么办法？爷爷，就算他那样也还是我的儿子。身为父亲，我要教训他。这么无聊啊。爸爸。是不是肚子饿了？再等一会儿，妈妈马上就回来了。我现在不是来跟你说这个的。哎，你干嘛呀？这是什么？这张明信片是什么呀？这种字完全看不懂吗？别装傻了，红志。你到底想干嘛？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男人呢。爷爷，我说爷爷，别光顾着哭呀，要好好教训爸爸才行。我知道，我知道，可是，爷爷，喂，这个老头子，你怎么回事啊你？这都怪爸爸了。怪我？你送人家甜瓜，还送人家礼物了吧？这封明信片上写的清清楚楚，爸爸太过分了，明明什么东西都没给我们买。我也要吃甜瓜，我也很想收到礼物的，可是你居然……喂，你说什么呢？重点不是这个吧？该生气的是欺骗了妈妈和我们才对啊。哦，对啊，看起来真的很羡慕甜瓜和礼物。这张明信片我根本就不知道，上面的字儿我也看不懂，你们几个真是莫名其妙。你是想装糊涂吗？说实话吧，爸爸。红志，你这个逆子，这样我死都不瞑目啊。你们在吵什么呢？哎呀，爷爷，你怎么了呀？奶奶，红志他。红志他。奶奶，我们家要变
变成琉璃子了。电视剧，琉璃子的电视剧呀！要是妈妈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话，就都完了啊！我们家快要完了。我回来了，你回来了。好吵啊！发生什么事了？妈妈！怎么了？你在哭吗？发生什么事了？没什么事儿，他们说这张明信片怎么了？明信片？谢谢佛祖灵祖莲早经保佑啊！不行，妈妈，你不能看！你这孩子干什么呀？也好，这张明信片被撕破了也好，要是能撕得粉碎才好呢。这张明信片，哎呀，这不是寄给咱们家的。你们看，地址也不对。等一下，给我看看。这个是寄给林宏志的。林宏志，这户人家好像在咱们家前面一点吧？真讨厌，原来是送错了呀。这种笔迹，送信的人也看错了呀。真是的，真会给人添乱的笔迹。原来不是殷宏志，是林宏志啊。怎么办呢？在那之后，马上去给林宏志送明信片的小丸子和有藏，只能一味的道歉了。给和我通信的神奈川和冲绳的朋友寄信，说我家的爸爸妈妈是小气鬼。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开始通信和小丸子想要小鸟，敬请期待哟。風